我觉得挺好的。谢谢帆哥。但是更专业的，咱们听听评委点评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太好了，唱的真的是好听。其实刚才你在台上说你因为身高问题哈，大家可能对你会产生疑虑，能不能做 C 位？其实我当时就想反驳你，我就是因为身高太高，我才学了这么多年才唱出点名堂。我要是能够再低一点，我跟你说，太胖了，太胖是后来啊，原来我比你还瘦呢，好吧？这个行业确实是不太容易，但是你刚才整个的状态，一个人站在舞台上气场也很强大，对，因为你的高音能力啊、音色啊很漂亮，很让大家听着很舒服啊。但是你要是如果像我们，像杨帆，咱俩这身高，我们就要经过很多年训练。那不，我的天赋还是好一点。